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们，大家好。今天是台南极乐寺2019年度志工培训详细，看到这么多的大德同学们共聚一堂，在这里聆听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主办方邀请进口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借此机会来谈一谈如何无条件爱一切众生。近年来我们在欧洲的时间比较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控之优势，与各国的大使嘉宾们一茶会友，真诚交流，探讨如何通过宗教神圣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大家都一直肯定各个宗教都是神圣爱的教育，唯有恢复宗教教育才能带来永续的安定与和谐。在台南极乐寺，我们邀请了各个宗教的代表来讲课。这个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世界上的各个宗教都是教导我们无条件的爱一切众生，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能以此尊心，就能和一切宗教的神圣同心同德。八阿育教说，上帝的人类子孙们个个都是亲兄弟，要愿意为全人类服务，要彻底放下凡事只为自己的念头。佛教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苦，应与众生而起大悲，应与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
成等正觉。基督教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伊斯兰教说，你们当孝顺父母，当善待亲友、孤儿和平民。犹太教说，不可以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需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由此可知，爱是各个宗教的共同点。那么，身为佛教的佛陀教徒，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和修行中落实无条件爱一切众生？首先，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听经，依教奉行，就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人生苦乐的根源何在呢？三世心念法本说，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因我自信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菩萨慈悲明念众生苦，世间的众苦都是根源于贪欲，只因忘记了自信的弥陀佛种种烦恼尽相升起。2000年一年，金空在新加坡讲天主教的玫瑰经时，曾说苦来自于物质，乐从哪里来的？永福来自于觉悟，悟则乐，迷则苦。怎样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信念法本是，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只要至心教导，一念舍妄归正，不起心不动念，至心正念
阿弥弥陀圣号，此地即是极乐世界，我们过的就是佛菩萨的生活，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第二，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诵经，祝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像极乐世界那样的生活。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那个地方的人人心好，经上讲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事情每个人都能做到上善，这个世界就可以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第三，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念佛，这是大悲心，由大悲心生菩提心，由菩提心而称等成就。同时佛的万德万能，佛的大慈大悲都涵括在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之中。我们称佛名号，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佛经说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这句话真实不虚，当代佛门榜样海鲜老和尚、刘素清老居士都是靠念佛一生成就。贤公92岁，一句佛号不管题目不管问，刘老居士慈悲惜时度众生，他曾说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怜悯众生到如今，这就是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体现。第四，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忏悔，至诚忏除自己无始劫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求名闻利养等贪嗔痴慢疑诸烦恼恶习。得到身心的清净，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忏悔业障。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将无条件爱一切众生落实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切勿之中，我们就是诸佛菩萨众生的使者，代表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在世间行使爱的使命，我们就是佛经中所说的诸上善人，
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莲花国里人。愿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佛菩萨众生爱与和平的教诲，把我们的地球打造成幸福美满的世界。最后，恭祝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同修们道业精进，法喜充满，六时吉祥，光寿无量。谢谢大家。